恭喜微博年度进取艺人侯明浩、陈子由、鞠婧祎、钟楚曦、吴昕，请各位上台领奖。我们也同时有请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丹鹏先生和黄晓明先生上台为获奖人颁奖。来，有请各位得奖人。请各位得奖人往前一些，我们到舞台中央。请沈南鹏先生和黄晓明先生，请。年度进取艺人代表着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从原来已被人了解的状态下再次取得了质的突破，恭喜他们在自己的演艺生涯当中为自己擦亮了全新的一年，请各位合影留念。谢谢，请各位靠拢一些，我们的得奖人与颁奖人一起合影留念。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者，谢谢，也谢谢两位颁奖人，各位请入座，谢谢，请入座。